同修，他因为一些原因要请辞观音堂值班义工的这个职务，他想就是以一般佛友的身份去助缘法会，就求菩萨点化之后呢，他早上梦到先穿着普通的衣服去上厕所，但是厕所没门，他只能拿了一块布遮眼，他没有小号反而排气了，后来就离开厕所，带着几个同修就走了，走到一半突然有个人发现手机不见了，就喊大家看看自己手机是不是不见了，他一看发现自己手机的确是不见了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无形当中掉了一些自己身边的物品的话，就是离奇般的失踪的话，就是面临了一大堆的麻烦，必须要有智慧才能克服。那他就是是跟他这个请辞值班义工的任务有关吗？有关的。哦，明白了。他会有麻烦的，接下来人家有麻烦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肯定有麻烦。好的，感恩师傅。他如果带着习气出来，带着不开心啊，跟人家不开心啊，他一定会有麻烦的。就是退转呀，像这种说我跟普通人一样，不可能的。退转了，退转。你要是发牢骚不肯值班的话，不叫退转，叫什么？你告诉我。是，对。你听得懂吗？感恩师傅。